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故宫北院，所以呢，那我们就立刻进去参观吧。看点，我帮你拍这些。去的时候就是走一走就走出了，热心。所以呢，我花了一小段时间去找那个班级，大致上是这样。接下来就是自由活动的时间，就是这个展览看一看吧。我们到了，这就是我们的房卡，琉璃装的房卡。那各位有没有想问我手上这个是什么？幽灵探测器，因为听说我们今天住的是鬼屋，那我们就走咯。那我就走楼梯上去了。要走楼梯，二楼863，就是我们的房间。NB OK， 那我们就看有没有人呢。FBI open up， 你们都先进来。插卡，好，给你。这就是我们的房间。你要在哪里？好小。那我们等一下6点的时候，我们要去西门町。那我们就到时候再见喽，拜拜。观众，我们现在已经在，我们现在时间大概是6:30左右，然后我们现在在西门町的这个商场里面。那我们这个西门町是预计会逛到8:30。那我现在是准备吃饭的情况，那我就先进去吧。我现在已经顺利的进来我们的餐厅里面，这是一家炸鸡吃到饱。对，没错，炸鸡吃到饱。那你就开动咯。开动了。我躲一下。我们今天发现了一个现场。你这个付了多少？50块。好，各位看清楚，西门町50块买这个东西。50块买这个东西，赌呀 ，OK 的赌呀。如果别在，来路。我怎么那么激动？越加越贵。哎，为什么他们那么多？为什么他们那么多，我们少？2包一盘。忘记老师刚说的。他在问你这接下来我们1个小时要做什么？他现在在拍影片。